各位贵宾大家好，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担任这个颁奖。那我也相信在科技数理科技方面很多的印象都是男生会得奖哈。那但是呢，我在这个女儿节的这个台湾女儿的这个奖项当中，能够来颁发我们的这个数理科技奖，确实是别有不同的意义了哈。那我也相信，我应该要鼓励我们这些女儿们在数理方面，在科技方面。那大家呢也都有认识我们的吴建雄博士，他也是一个诺贝尔的得奖。那居里夫人也是相当有名的，我相信这两位非常有名的都是女性。那我也相信今天我们的数理科技奖虽然是只有这么少数的两位哈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在散布在我们的周遭有更多优秀的学子们、女儿们能够在她的自己岗位里面能够非常努力、认真的去实现他们的愿望哈。我祝福他们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们也请我们颁奖人来为我们颁发今年数理科技奖的得主。我们的得主就是两位季柔还有叶诗颖。恭喜两位。恭喜季柔叶诗颖。我来印证了入围级得奖哦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颁奖人为我们颁发我们象征勇气的勇士熊以及奖牌。我们也很希望未来数理科技奖有更多的女儿们踊跃的来报名。恭喜！